好，准备出发了啊！有点小紧张，第一期体验。Let's go. OK.包头，哇，飞起来了，哇，yeah. Whoa, very good.去体验，太棒了！哦，看，我现在应该是慢慢的靠近山，然后他会给我一次就是上坡到上坡的一个经验，就好像我们去土耳其啊。
在外面就那个感觉，太不要了。这个这个氢气球，也是那边的文明，但是它少了那种气急的那种悬浮在半空，就悬浮的那种感觉。你看我的朋友在上面。现在慢慢起来。